40年来，香港同胞用智慧、勤奋和专业精神，发挥香港独特优势，助力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。香港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，香港同胞始终与祖国人民风雨同舟，携手前行。回看走过的路，远眺前行的路，只要我们始终聚焦发展这个第一要务，继续巩固和推进香港当前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，就一定能在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家园中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与祖国人民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生活，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，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。